当然它六就是一样，我只是多加一点，或是你想加个爱心也可以哈。来，我们来加个爱心，来加一个爱心。OK， 像兔子一样，有没有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之前好像有画在柚子上面的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就是好像有加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，so it's fine。好，来这边一样哦，从这个角度，我要把它尖尖的画过去，然后呢转回来接住上面。嘿，我画好了，好棒哦！我的时期透过了这个六六大顺呢，我把它给卷起来了，好厉害呀、哦！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卷起来是蛮有趣的，或者你想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啊、再去加一些东西，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再多做一个，哎，还是我来做这个金色的啊，我不知道。